我不适合说相声。我说怎么不适合呀、别说相声，你要火就有先决条件。郭老师都说了，三分能耐，六分运气，一分贵人扶持。我这么说过，剩下90分看脸。哎，我呢？我12年前来不没说这。你12年前的时候还不看这个呢？12年前不看。对对，现在就是主要看脸。你要是长得丑，你像这个，咱实话说，阿哥嘞，你就黄。说三国里面哪位英雄小的时候经常让他奶奶扇嘴巴？关羽。关羽这脸红。那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告诉你，你说赵云赵子龙，赵云赵子龙怎么是这哪山？因为他跟谁都介绍，我乃常山赵子龙。上海、澳门，啊，你能发现一个规律，越来越往南，啊，为什么越来越往南跑？因为北方的观众不好骗，对吧？南方都骗完了，我们就出国，啊，国外就骗完了，我们就黄，所以说呢，而且有车。谁都有，你那好车，那也一般。宝马，宝马也一般。你看这个凡尔赛的状态啊，不是，宝马也一般啊。宝马可以了，现在也不算好车，是不是？那跟谁比？跟我比，你不强太多了吧？跟你比这怪侮辱。太阳山更爱美人，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？好儿郎浑身是胆。儿时受过迫害，要受过迫害。我跟你说，唱得特美，你怎么唱这样？我自己很美，对不对？北京人可以，北京人条件好啊。你跟谁说的？说啥呢？北京人都有钱。哎，北京人上外地打工的是不是你自己啊？这个先合适，真有名先开。北京办个地上，咱不说别的，家里有钱放一边，家里有房就行。那个地方寸土寸金，120多平，你们就是全款啊！你说你没有70-80万，你是买不下来的。因为啊，现在这个房价呀，咱是600多，哪有那么便宜啊？那根本70-80万不便宜了，什么70-80万哪买下来呀？你那多少钱啊？120，你最起码得70-80万吧？你多少钱？70-80万，房你不是坟。你有几套？4套。哎，不，就是你有4套这样的东西，啊，有宅太太。哎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有啊。你都有女朋友了？对呀。你有男朋友吗？你要干嘛？没有。你想有一个吗？大伙儿都误会了。大伙儿，我问这个我没别的意思。你想干嘛？是不是我不想努力？性别？这儿先问我。这儿先问我。我别折腾了。问性别这个东西多简单呐。不就性别，咱得说呀，光看性别，你对我咱对你呢？我也你是什么种？你是鱼是吧？你是鱼，我也男啊，哥，有什么证据？这证据啊！民族，我是汉，你呢？我呀，二丁不丁不丁无所谓，二民族无所谓，二水族，水族，住址你不用，你是狐狸是吧？郭老师啊，人家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，是啊，教我们说相声。我们刚来之前，我们什么都不会，是吗？刚来的时候也是面试，刚来不会走的，不是。没说，我能求你件事吗？就说一下，你能按词儿说吗？就按我给你那个文本上的台词说行吗？给我那个，我背不下来。70年产权，70年的大产权，就700万，红本的啊，相当于一年10万块钱。意思70年吧，乘以10，700万。说是70年啊，到70年还接着续，没有说70年给你收回来的，跟你们那合不一样。哦，就是说70年，那你要是住着塌了呢？塌了可能底下有暗渠。郭老师也为了缓解我们紧张，也是跟我们主动聊天。怎么问呀？问我孩子从水路来的呀？是吧？
海哥，我不问你从哪儿来的啊，你都会什么呀？你都会什么呀？扎猛子。我不会。我说郭老师，我会吐泡啊。我来一个。对，看吐泡，咕噜咕噜。先说鲶鱼的阴阳，鲶鱼的阴阳。鲶鱼，鲶鱼是不是有公母啊？肯定的呀，那怎么还有后代啊？是不是啊？对呀、啊。公鲶鱼为阳什么？公为阳，母为阴。鲶鱼为阴。啊，还有天命是两只，没有心胸连体的。你说的是一只，是是。性情精巧。哦。哎呀，你还是跟别人不一样啊，鹏哥。这鲶鱼。在水里边游的时候啊，为阴；出来换气的时候为阳。为啥换气呢？换气，他也是换气，因为我们这个腮，不是，因为他们的腮红起来都火，他也是需要换气。那这个鲶鱼有筋吗？鲶鱼有筋，筋你给我们找到在哪儿？哪个鲶鱼不得一斤多？哎，对了，有筋了。你说你，就是你鲶鱼，你是怎么获取的呢？怎么获取？你是不是掉？花钱买，花钱买，花钱买也行了。不收钱，你掉还是花钱？我都无所谓啊，这不就有金了吗？你掉还是掉？那钩这都是金子边的。我用手抓的，我是捞的。厉害啊！我们是捞的，捞的。拿什么？拿那铁网捞吧。拿布网捞。是不是得吃啊？你要一个一个的解释，你这能死人啊？对不对？大手不便宜了。你吃的时候，你炖的时候，你拿锅子炖吗？肯定是拿锅呀，不就有劲了吗？啥锅？啥锅有劲？我说铁锅了。是。你们这个任务是听相声。听。那鲶鱼的目呢？鲶鱼的目啊。哦，后面还有四个字。鲶鱼的目，你们也努努力吧。我们打着鲶鱼样子的木鱼。鲶鱼要什么木鱼？鲶鱼做成这个样子的木鱼。啊，鲶鱼做成就是。鱼脖子木。鲶鱼。你的脑子挺木的。我是脑子挺木的。不，下去就得说木。说到鲶鱼，鲶鱼啊，你是怎么吃？嗯，都是拿嘴吃啊。废话，你是干炖啊？你是搁点什么蔬菜啊？我没有啊，刺身，刺身。他们那跟那俩情侣说了，啥也不放。我跟你说，啥也不放，那鲶鱼最腥的。这是最腥的。就好这口。对，刺身。正口味啊！吃刺身哪儿最近？搁香菜，香菜得咱们撒香菜吧？这炖鱼都撒点香菜，太好了！香字怎么写？香字儿，就是一河，那河要吃一个撇去，对吧？对吧？你搁香菜，你搁芥末，这都是拿植物做的。就这样吧，说水吧，是不是？不信，是不是？对，对不对？咱们都是愣嚼嚼，对不对？属实有这事儿。第一个不要文本说相声。鲶鱼的火，啊，我也知道啊。电磁炉，电磁炉。我们是刺身。刺身。鲶鱼的火。就是刺身，咱们不说挑鲶鱼，没说挑鲶鱼刺身啊。刺身，鲶鱼上火了，刘仔啊。我是有点上火了。一见公知到领天，为了本宫齐心建干立功啊。把他蹭他，叫嚣。